杨大哥的老婆叫做杨婆婆。两百，这边来个百。大肚比较冷。两个三斤瓦当百。你说现在太阳出来又没那么冷。哦，刚刚真的超冷。一夜干鱿鱼，我问一下啊，你看到一夜干鱿鱼？没有。没有。一只什么东西？一只什么东西？多少？这里好像。来两百个虾米。卖一只的哦。准一手两盒啊。先讲一下，两百块来，好来，两百来，好来。来两百个虾米，看准一手两盒，看还要差无？两百块还是两块？好，要吃就吃两百，来接下来。好，再准备煮火锅啦，煮泡面来两百。来要吃就吃两百，好来，先来两百。好，要吃就吃两百，好来，再吃要吃到两百，再吃两百块，再吃嘞，两百。再吃，哎呀，出来无啊，好来。来，哎嘞，我讲吼，油肉都同款。好，加水啊，片个糖好烧就对啦。好，一包三百，我先来加卤外皮啊啦，吼。好，一包三百，两百，两百卖四百。羊肉卤啦，油吧，哦，沙巴，你也无来啦，两百就好来，两百块，等于来，来两百来，来两百来，油吧咯，两百来，油吧咯，我下一只，羊肉卤，糖肉小头，糖肉小头来，两百什么只？羊肉卤。羊头不，一百好了吧？不好，小鬼来。羊头高有这种东西吗？来，这里我先讲一下吼，来这啦，好来啦。哦，冇紧冇紧冇紧，快讲吼，来。迄个卖香鸡堡，哦，香鸡堡，迄个包在我鱼肉啊，哦，当打针，就是用针量钱的尔。哦，外口真平平，搞一个土三包，一个四十。哦，这五袋要卖你两百，哦，这十袋要卖你四百，开三百卖两百，好就对了。下一只只要就一两百，快讲来，十袋两百。哦，这十五袋两百，对啊，卖香鸡堡都是在。大肚哦，少单先有三百，快过来快，台中的大肚，来这里十袋，两百，都来再加两百吼，来这头要就加两百。平常他如果刚进来没有办法看到前面的那个留言。今天准备讲什么？我不跟你们多说。鱿鱼越干越好吃哦。来这里有袋，我就加两百，都两百块。你怎么用的？来加两百块，两百两百，两百块，来这谁不？卖香鸡堡，二十五袋，两百。好，你快插话哦。我叫姐爸要插话哈，两百块，来点小姐来。我爸，我讲那不是我爸。来，外面小姐来，搁什么钱啊？快讲哦，这是我的，我叫姐两百块，来两百块，来。好，搁啥子啊？搁啥子啊？好，其他你拿过来呀，来呀。好，搁什么钱啊？赶快来。来。八。来。来个，来十，来十个，来二十，我家也有，来二个，我就是两百，先不加两百块，还有吗？两百个就是你，两百个就是你，不插话哈，卖相机宝宝不插话哈，就未行，快点，就未行，快点，快讲来啦来，要吃海菜哦，海菜好啦，我叫人去带啦哈，快讲来啦哈，迄落，我叫人，迄落大个只大个先来买些好不好？我这多少钱个白菜好不好？我这嘛应该叫做狮子头，吼狮子头啦吼。你等于我讲吼，煮白菜咯，吼煮红烧狮子头。我你听我说啦吼，煮只火锅用钱个啦。我讲就讲上金牛啦，我来啦。我讲我来啦，来来来。要吃我讲几下来，我讲什么钱好不好？我一斤偌济，百八。来去咯。我讲吼，这绝对超过近半两斤重，三百啦，还三百，卖两百块来就好啦。这一头就一两百吼，你吃无？狮子头就一两百。啊，对啦。不是啦。他说那个鱼干，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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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鱼干，哦，要吃就吃两百，都三十头啊，两百块。四十头就吃两百，都三十头，什么吃两百都来。哦，三十头就吃两百块，三十头什么吃来？哦，两百块三十头来，都三十头无？不要三十头就吃两百，都三十头。不要吃四十头两百块，谁吃的？三十头就吃两百，都三十头两百，来吃无三十头？四十头两百块。Hello。无爱哈，无爱哟，好，啊这两百无爱哈。好，哎呦，这帮不来哦，我问一下，我是谁来？
我就来问一下啦。不会啊，我觉得在座对草鞋有兴趣无？草鞋，我今仔早起想出来，我试看卖好无？草鞋啊，好你讲吼，来你，来我们食蚵仔，蚵仔会使啦。我讲啦，我讲我未食草鞋，我试看卖好无？帅你啊！啊帅你啊，白好啦，啊无帅你，我先提予你，我卖讲好无？我讲我起水大，那么少咖啡一定饮三杯啊啦，啊愈愈饮愈水大，那么先来帅你啊。鲈鱼有啊，大姐等我一下吧。哦，再换一个来，来。鱼虾啊。鸡腿的虾啊。鸡排有两两吗？两两吗？对啦，对啦，你讲的。反正等换一个歹势吼，这包阿爸还剩一包，啥要吃啦？100块就好了，阿爸还。要用烤肉酱吧？它本身有味道吗？剩一包要给它消掉的无？猪尾糕、猪肝糕，最后一包。啊，无才消化不来，是嘛？来，那个我再讲一下吼，蒜泥，莫讲加讲500下倒来蒜泥，用水好食，搞出来。泡椒鳕鱼啦，泡搞出来啦，泡一块偌济，市价，刚刚讲市价哦，泡市价300块，一块开偌济，300-400来，泡两块卖800。700-600，500下倒来，算你500块，我跟你讲来，最好算你500块，就算你想要吹500。哎，对了，我想要提大个出来，恁看嘞。我头先是甲你讲，一个是半大个啊。好啦，啊，这500想要吃500，我就一个，看谁吃500块，就500块，500块，一个倒，别个叫我一路白啊白啊。好，哎，等下吼，白哦，这绝对超过2斤啦。好，要到3斤重啦，500，我讲最好送你吃500倒来。海鲜，咱海沙是大概500倒来，来，海鲜，海两、三、海四、四，海三来要五六二啊，大概500。来，这里来，我见两来三来四来，大概未来500，算你够想赚500。我讲选先吃500好，500算我就赚多少500。三、四、五，我就是500算你来，500好算你什么水？500。鳕鱼吧，快谁要吃的？鳕鱼，帅哥爸不安哈，就姐哥爸不安哈，小鬼来，来了，他要姐做什么？我已经忘记了。捞鱼呀，大姐快谁哈？我捞鱼多少？快点，直接拿给你好不好？啊，不要再脱贫了哈，脱贫哥，我说赶紧煮了哈来，好，这位500，这位400，这位200块就好，很大只，蛮大的啦哈，给我去掉来，买一位。一尾200就对啊啦吼，买一尾搁送一尾来200，都200吼，200。来300，我够真济啦，无啦，无装好你啦。你食饭大腹肚，你食袂了，我无话你坐，死哦。好，你买来，收走。不是，我真的蛮多的啦。好，不要全部给你啦吼。你食饭大腹肚啦，你加班开饭店加人大只，像我这种会知无？好，咱买食饭坐无，大等我坐下来。买食饭你讲搁少借200块倒啊，200块落去啊，啥物吹啊，用吧。落去200块，啥物吹？有咱爸讲爸阿妈的无？爸阮阿弟啊，爸弟去煮的无？哈，无哦，200无哦。好食袂好无？你若买只食袂好无，见到人就平啦。我讲来啦，海菜100块无？海菜买倒来，海菜，来来。大颗的哦，新城。他这样讲对，我唔知你，我吹起好无？来来，我讲海菜啦吼，食一百。还是昨天在吃100块海菜？等我，改蒸两来吼，200啦，100就对啦，来。我煮完了，来三100块加一百。来100块谁要吃的？下就再杀一把，阿姐啊，都来，下一把过来，都一把，再就再一把，阿姐，能杀多少？是啊，一把都来，下就再一把都来，阿姐，能来杀，是啊，一把过来，再杀一把过，小姐，还再100块谁要吃的？还再一把，来，再一把过，来，快坐好，来。这个怎么卖？来，要吃海产一百，倒来。哟，等你吼，海产最好100块海产，啥物事啊？做只蛋花汤，不啦，起来一百，倒来。后尾吃就吃一百，倒来。一、两、三，是啊，100块海产，啥物事？100块，海产100块谁吃的？海产。现在就这啦。哎呀，海产100块才花吼，我小姐就袂够啊吼，海产100块，你要来哟，还要来一百。海菜100块，啥物事啊？我叫你1000块，我先卖啦，好无？海菜100块，啥物事？100好无？海菜100块，无啊！我讲目前讲4项，我先卖好无？好来，来咧，飞机员从来啥都卖讲，好无来？200来，200块，好，我飞机员直接尔，
拢无啊嘛吼。好，先吃好啦，我要煮好来，我等用煮的啦。好，一包200，一包送一包来200，都200好来。但现在就回机关嘞，剩这尔，我就是200，都，我最后来帮他实施的。回机关，我就是200，还没带来。我最后剩这尔，我就回机关嘞吧。搞起来一包来200，就是200块钱，什么钱？我最后来帮快，还是收下来。哎，你再叫叫一两百，我叫200块，真值的，还这样带来。不可以啊，嘿。来，来，要真值一百块，还多100块，无啊，就送。来，收起来。你的是200哦。无惊，无惊，来就来。下面会叫啊。来，这个蚵仔，哦，水好食，青好食，百块钱，我这摆蚵仔这两百，跟你讲过有无？蚵仔这摆价钱起足高的，啊，无见我讲，如果想存一箱，然后再一箱内面拢买的人啊，哦，这摆话在300、200。哦，150不重要，200400开300的对啊。好啊，三姐，你先煮只梅煮只汤啊。300，200开200，吃200就吃的。200，现在就是蚵仔，就吃200，蚵仔什么吃200？没有啦，快过来。那个麦克给讲200，我送100给你啦，先200都200啦，我200，你买200。来，但是现在吃蚵仔，我就吃200，你来带200。不吃我就吃200，好啊。我三姐，你先煮只梅来200来，好啊。你跟我一下吧。无。啊、哦！不要再问了，等一下，我今晚没得啥，我都卖不了。好，200，下来吃200。好啊，你来吃好啊，吼。好啊，下来吃，200好啊，下来来的。好啊，200好啊，下来吃，好啊。无啊，好啊，200无啊，吼，收回来。来。你这狗。来了，大牌坐吼。那大哥头仔讲白酒，我跟你讲，白酒我多少钱呢？我头仔卖1000块。我跟你讲白啦吼，我头仔卖1000的啦。